风不要停，感受奔跑的声音，情醉笃定。天不要明，倾听等待的心跳声，勇敢者的真心情。是迷途中最亮的星，照亮了未来和曾经，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，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。云淡风轻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，你的眼睛点燃了现实和梦境。云淡风轻，下个轮回是否淡定的表情。三床的病人去哪儿？我等了半天了也没回来。三床的病人昨天晚上病情突然恶化，已经抢救无效。你很在乎我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爱我。既然你爱我，那你就要面对我，你不要逃避。就像你面对三连一样，那么执着地坚守着三连一样。之所以这么对你，就是因为我爱你。我不想让你在三年陪我吃苦受累，因为我配不上你。明华，其实早该结束了。我们还有未来的。未来也会变成过去，我也会忘了。我会记得所有的事情。我愿意陪你一起回忆，我可以做到的。你千万不要再埋伏一些。趁我现在还能记得你是谁，还能记得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快点回去吧，回去过你该过的生活，千万别再为我做任何事情。因为不管你为我做了什么事儿，我很快我都会忘了。就算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还是会在你的身边，我这个尾巴，你永远都别想甩掉。傻丫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的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把你彻底忘了，我可能到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一转身，他就不记得所有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新的你，新的我，重新来过不好。我不是你想象的，我是个病人。不要来找我，希望我的离开能让你看清楚脚底下的路。再见了，不，应该是永远不再见。他在哪儿？龙飞从小是在山里头长大的，受了很多苦。
这些我知道，林国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城里长大的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你应该能明白他这么做是对的。我不明白，你必须明白，不要忘了，你是个军人。 回去工作吧，林干事，他的事儿不需要你掺和。我现在在休假，可以不工作的。可是我要工作。再见。龙飞是三连最后一任连长，他的坚守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人。我们都曾失去三连，我们不能再失去连长了。 很多快乐，很多希望，还有很多忧伤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就是三连，我就是连长。在他没有完全忘记我之前，我还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他。 我问问他，如果他愿意，我通知你。三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孙，会不会是你那边出了什么问题？应该不会。昨天晚上，特警部队在山外查获了一批。 35公斤的高纯度毒品，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，这批毒品还都是刚刚从咱们管辖区内运出去的，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那绝不会是从检查站运出去的。这三天军犬们嗅遍了所有的货物和车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所以我们也在考虑啊，你们说，这边境的怒山山脉非常险峻，除了检查站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条人工修好的道路。 难道他白疯就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运毒通道吗？白疯这小子爱整点高科技，他能不能是用飞机运呢？不可能，用飞机声音太大，而且成本太高。再说了，我们的雷达也会先发现的。会不会是人体藏毒？那得多少人呢？再说了，每一个进入边区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。 没办法，明天我们检查的时候再仔细一点吧。那好吧，就辛苦各位了，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，一辆车，一个箱子。来来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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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啊，重啊！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结巴，结巴，三轮的，赶紧的。来，这，来，上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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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拽了。 没文化真可怕呀！你看，把这个打开。来，老师，赶紧，快点！ 步枪6箱，手枪2箱，子弹10箱，手榴弹、炸弹各4箱。二老板，咱要这么多家伙干啥呀？这批货对于我们很重要，明天一定要顺利通过检查站。 老公，你干啥？烙饼呢？这是，烙车封我一半啊！老谢啊，我觉着不对劲儿啊！有啥不对劲儿了又？明天一早还得检查站呢，赶紧睡觉吧啊！都睡吧，等过段时间
退役军犬安置所建好了，大伙儿心里就都踏实了。安置所那是首长答应的事儿，我根本就不担心。我是琢磨，你瞎琢磨啥？你不就琢磨老龙家的事儿吗？人老龙有林干事照顾你，瞎操什么心呢你啊？哎，老顾，你去检查站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啊？给哥几个讲讲。就是啊，哎，有啥新鲜事儿没？新鲜事儿倒没有。 看见哈巴狗了，赶紧睡吧，瞎起什么哄啊？还哈巴狗呢，美的你！那啥，老熊，你刚才说啥？我说赶紧睡，瞎起什么哄啊？不是这一句，见着哈巴狗了，就这一句。 我都服了，那老郭这句咋了？老谢，老熊，咱们去检查的时候，一个星期至少有三辆车拉着土狗吧。是啊，三辆咋了？我数过，是三辆。这人跟车咱能检查吗？狗咱们也检查吧。你的意思是？ 白峰用土狗藏毒，再运到山外，怎么可能啊？把毒品藏狗肚子里，那狗能干吗？狗一点反应没有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白峰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再说他学过医学，保不齐。但是那些车都有合法的运营和免疫证件啊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带老龙去秦寨的时候，就在秦寨，我见过这种运土狗的卡车。秦寨，走过这么久了，是这儿吗？再等等吧。哎，说不定是晚上呢，那样更隐蔽。我们晚上就更不好办了。哎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各小组注意，开始行动。 把门打开。是。都明白了吧？根据卡车司机的交代，他们是做贩狗生意的。这些人因买主的要求，将土狗运送到怒山山脚下。 但是后面的事情他们就都不知道了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买主过来接收。买主是谁？狗贩子也不知道。他们只见过几个人，但是这几个人每一次出现都戴着墨镜、戴着口罩。但是，他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，就是这些人除了运送土狗之外，还因买主的要求购买了大量的麻醉药品和手术工具。对对对了，他们肯定是给土狗做了手术。 我问过专家，专家说这种靠动物来运送毒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这些土狗做完手术以后，基本上活不了了。这帮畜生，伤天害理，这种人枪毙100回都不多。前提是先把他们逮住再说。 请接受检查。
我们检查站被袭击。今天太阳好，我们晒晒太阳啊，杀杀菌。已经安置所安好了，咱们就都搬过去。 你们也想去啊？啊，是不是想去啊？哎，真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啊！哎，不对哦，应该是老狗晒太阳，志在万里，是吧？哎，嘿嘿，老伙计们，好好待着，我陪着你们。 想给小米报仇，今天是个机会。是。开会。根据侦查情报，歹徒劫持人质，沿着这条线向山上逃窜，但是在这儿，也就是山腰处的位置，有一个岔路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兵分两路。对，这一次咱们俩分头进山，但是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。 因为歹徒是有准备的攻击，所以大家要带足弹药给养和通讯设备，还有，你得给我一条犬。谁去搭把手？我去。老霍，你们俩配合惯了，待着。那好，大家准备一下，10分钟之后进山。 又不是生离死别，溜达一圈就回来了。好好溜达，等你回来庆功。做好战前准备。老郭，你们好好的啊，我跟他们走一趟。行啊。 碎片，人质身上的，怎么办？豹子现在很兴奋，他已经抓到我了。那好，大家注意安全，跟随军犬继续前进。走走。一组呼叫二组，收到收到，我们在 F 点附近。 发现的人质的衣服碎片，现在跟随军犬继续前进。我们已到祭点附近，保持联系。你们也是。啊！今天。
队长，我去支援。等等，我有自己的任务。 山上，具体位置不清楚。 高副队长，老兄的意思是让你多休息休息，毕竟这戏还没止住呢。没事，我顶得住。我怕我们顶不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呢。再说了，人质在他们手上，万一我们顶不住，你们还可以留在这儿等待援军。放肆！这里有你下命令的份儿吗？有。将在外，军令可不受。苏青。 按他们说的做吧，老高，你怎么能听他们的呀？胡闹！我是听他们，我是信他们。
高队长，涛涛留给你们，不抢我带走。好，郑队长也留下吧，你没意见吧？有，就一条，给我活着。 老郭，帮我扶着高队长。钟队长，涛涛交给你，我们带步枪进去。高队长信你们，我不信。钟队长，我是侦察兵出身，分队作战经验很丰富，你要相信我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留下？为什么不能一起等援兵？ 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们应该一起留下来。老高，你说句话呀！苏中队长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了解白方吗？他手底下有多少人？惯用什么武器？惯用什么伎俩？你懂吗？别跟我说这些！士兵作战是不服从命令，违抗了什么？够了！不信，听王大人他们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二组由郭有栋和熊熊共同指挥。 从时间的角度分析，他们应该就在这个位置，怎么就联系不上他们呢？是不是通讯设备出了问题？老张，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，首先要找到我们的人呢。哎，老林啊，我们的两个搜救组已经都进山了，没事吧？坚持住。 我被炸晕了，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二组请求支援，二组请求支援。我们遭到了敌人的攻击。高原，我是林国成，报告你们的位置，有没有伤亡？我腿部中枪，动不了。郭有栋和熊熊进了三号山谷。郭有栋和熊熊进了三号山谷，你们快来！ 值得信任的，啊，参谋，哎，走，跟
长，子涵。你觉得还有打下去的意义吗？你怕了？你们都是硬汉，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你们就是一群永远见不得阳光的地老鼠，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拿下他。
这帮解放军可真够神奇的，追我追到这儿，神奇倒谈不上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天我们来就是要将你绳之于法的。能别再开玩笑了吗？现在这种形势，你说这个。
形势逼人，但又喜人。你所看到的，不见得就是你想到的那样。既然我们可以送你的兄弟一程，同样也可以送你一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的兄弟已经到地下去见阎王了。我现在给你两种选择：一，跟我们走；二，到地下跟你的兄弟们去团聚。老兄，老兄，老兄，你看吧，等我回来。弟兄们，别打死他，给我抓活的。兄弟，等着我。是另一个。
歌。